大家好，突然就想到今天要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寻找这一带有没有什么好的美食可以介绍，无意中就给我发现了这一间，评论方面是蛮不错的，然后食物是通过了个照片吸引住我的眼光，所以我就决定了今天要去这一间试一试，然后顺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我现在来到这一间就是我要吃晚餐的地方，其实它离我上一次拍摄那个 Jane Avenue Food Court 不远不了。现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意见，
环境方面是蛮舒适的，宽大凉爽，不会很拥挤，服务态度方面是蛮不错的，然后食物方面也是蛮好吃，吃得饱，而且又蛮大方的，还有价钱方面是合理的，你知道啦，所谓的免费类似的价钱，所以整体来说是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加上每个人的口感还有需求不一样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你就会在第一个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